系呢个 show 嘅第一次香咁啊，今次即系而家今日就系最齐人嗰 part 咯，大家啱啱见到嘅就系、是全世界都即系会喺个 show 里边唱演唱嘅，都喺呢首歌里边会出现嘅。咁跟住之后就开始去一啲合唱，即系同其他歌手个别歌手合唱歌唱嘅歌，然之后听日就再去自己嘅歌。冇喎，唔識揀喎，自己因為自己唔係好熟嗰個 era 嘅歌曲咧，咁所以其實我都真係冇乜意見啊。因為佢哋一開頭其實有 send 個即係 send 一個歌單出嚟俾大家睇下，你有啲咩歌你哋想唱啊，有啲咩歌你哋識啊咁樣。咁我立過下眼，其實好多自己都唔係太識。咁我又覺得即係如果我識得嗰啲咧，我覺得好似其他人都有機會會識喎。咁我又唔想即係同人哋有嗰個爭歌唱嘅問題出現，咁所以就我就唔揀咯。咁啊當學新歌咁樣去唱。啱啱聽你講話有啲歌好似好熟，又好似知，又好似唔知。係啦，即係硬係你好似聽過一兩句，你好似又硬係聽過嗰個歌名，但係你又唔係好識嗰首歌係點樣樣嘅咁樣樣咯。對我嚟講，有咩歌特別經典啊？如果我喺呢一個年代嘅歌手裏邊，即係我又覺得對我嚟講，彭羚啊、林憶蓮嗰啲已經好經典，即係佢哋嘅歌我有聽咯。反而可能因為佢哋嗰個佢哋即係 extend 到落去90年代、2000年代都仲有出歌，咁所以自己就會熟，即係叫做熟悉啲佢哋嘅聲音同埋歌曲。咁啊，但係即係如果一啲80年代主力嘅歌手嘅時候咧，就可能自己就真係未必有聽過名，我會聽過，但係就冇乜點聽過嗰啲歌曲咯。依家唔少歌手都做翻唱啦，自己會有機會。其實我又係咁以翻唱過下嘅，即係跟住之後擺上去啲網絡平台嗰度，即係俾人哋聽咁樣樣。咁但係我本身係咪話超級好翻唱咧？又未必一定係。我中意唱一次半次咁樣，就覺得好似幾幹咯。不過特登要錄一個 version 嘅話，又好似～好似我又唔想好求其咁樣樣，即係頭好多嘢諗嘅會。